折叠的嘛，折叠康健，折叠加长属于，对啊，这是折叠加长版。我这个省钱，现在五米八，五米八，六米八呀，六米八，六米八，才五米九，五米九，折叠加长版，对，老爷子自己动手改，这得有超强的动，这边是厨房，这边是厕所，啊，这得有超强的动手能力。洗澡喷淋都行。我下一步我这回回去以后，我换成铝合金的以后，这都有窗户，嗯，往外推，跟你们房车一样，嗯，上面有排风扇。你这属于是雏形，先模拟模拟，先模拟模拟，看看哪块有问题，回去怎么改。对，实践出真理嘛。这个实践出真理。这个是转过来。转过来把那盖打开，不就挡上了吗？嗯，挡上以后，现在是根本就是要挂一个热水器。嗯，热水器那不有小窗户吗？嗯，把它连上，这里头挂个空调。啊，对，就洗澡了是吧？哎，可以洗澡。那这个东西收起来是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它推中间空着呢，中间空啊，推中间去。我就为了这么拖拉完以后，我这个车通透多好啊！啊，我这个床是可以升降的。啊，床可以升降。哎，我可以升到顶上去。你自己改升降。啊，对对对，买一种什么马达？我看他先升，没改，我出了钱，已经哈尔滨都已经伸不出手干活了。老爷子，哈尔滨的，这是个大通，是大通伟九零，大通，啊，是伟九零，大通伟九零，自己改的，动手能力超强，啊，大通伟九零。极强的动手能力，现在这大雾也出不去。小多了，你现在都不能看到那头了。云薄了吧？要雾啊就，就咱做一个。我的那个做的很好，我就做的很好。做了这门窗的先做了吧，就这门做一千块钱。老哥说这个行李架一千块钱坐下来的，的确是挺好。这个飞鸽导航您做的？啊，我不是我做，我是广东市的代理商。哦，代理啊。这个全部是不锈钢的，结实是吧？他直接就压在这个车顶上的受力嘛，不要压在那头杆嘛，你让那头杆会远嘛。哦哦哦。顶着那个车顶上。您这个要是警察看着他，合法的，不超三十公分的合法的。不超三十公分合法。我一年到晚就这样挂着的，而且连着必须要卸下来啊。你这个要不下雨的，上面那俩人铺上睡觉都行，你知道吗？我前一阵子想叫你知道，就把这个改过来，就一趟卷，就反坐到一片反过来之后。这哥们儿最有意思是啥呢？人家这上，人家说疫情上次被截着一次，人现在拉了两只活鸡，你看着，人这鸡养着，昨天晚上我们来他就杀了只鸡，这里是个小鸡儿，活小鸡儿，然后人家现杀，这个是讲究，哎，车友能人有的是啊。哼，这大公鸡随时都会牺牲啊！说不管嘛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妈的。你那边的，就是去完，去站回来就放到后脚这里了。我后面的那个座椅都拆掉了，那时候下面还放了加了那个水瓶。